8月21日，李晨、袁姗姗、海龟先生、盘尼西林在北京出席品牌活动。李晨辟谣与范冰冰分手内幕后首亮相，精神状态佳。在现场，李晨谈到与郑恺参加篮球节目感受，称两人平时就喜欢私下里没事约一起打篮球，这次录完节目更是狂掉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